善上，你在写的时候的态度、的情感，要放在白马，放在塞外呢，还是江南？因为第一个是写的雄强以外，因为塞上风影是一个豪迈的，所以已经写了以后呢，下面的要跟他相反，所以。一点成一字之规，一字呢通篇之准，《春风连诗谱》里面讲的，所以一点下去的话，这个字一点成一字之规矩，一字呢通篇之准，通篇就是上下两通篇的组成，所以在内容在写这个内容跟你的情感哦相符最好。所以我们要表现的美术分析跟内容要相符，尽量做到相符也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有相符的情感有相符。那这边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意境，林花少更落，劲草踏还生。这个在这个有一种很幽静的情怀，所以你写出来很光雅，你就不能写那种豪迈的，你不能写这个豪迈的写到这边来啊，那个不相符，所以要相符才是更好啊，分享更好。那在写的过程中哦。你们看哦，我如果每一个字都一样大的话，你这个少字哦就变成圆短了，所以呢有一种一泻千里之势哦，这个少有少一泻千里哦，那个花要让位给少，那这个少很大的时候呢，我赶快要缩小，更难就要缩小，所以呢一开一合，一放一收。一长一短，你看啊，就是音字不行了，但是还要配合整体，所以这个整体上的配合，每个空间要一致的啊，这边的空间跟这边空间呢、都是相同的，那整体的这个落下去的一个粗啊，一个重落分明那种粗。落下去，然后一直哗哗哗一直写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无法之法。你要超越的技法，超越的左脑的思考性，无法之法。所以中国书法，它早期唐朝以前是书道，然后唐朝以后讲书法的法哦，其实法跟道是一样的。是佛法的法跟书道，它是法跟道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后来有白话文写，文言文的法就是佛法的法，那白话文有白话文的概念啊，所以我们后来接受到白话文，就是好像大家会意味到写字的方法，写字的方法，其实呢，这个是要超越的技法。超越计划就是无我无人，已经了超越了思考面的，到了灵性面的，到了这个潜意识的灵性面，它是右脑，所以叫做无法之法。苏东坡有讲一句话我是我书欲欲造本无法，这无法不是没有方法，是无法之法。我书意照本无法，下笔点画还推求，推求就是思考面的啦。那下笔还要那个推求，那就是左脑。所以苏东坡，然后讲是这段话，就是我书意照本无法，那个无法不是我们理性的没有方法，不是呢，是超越理性的，超越了技法，从左脑的技法到右脑。
觉性的潜意识的，所以叫做无法自法。所以苏东坡也讲出来，就是无法自法。